Hello， 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那国战呢，剩下最后的13分钟。好，目前啊，大家都集结来新野这边了哈，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好，就是想要把这个新野里面的这个太好，好，等我一下哦，把新野里面的这个高手军团声援给他推倒哦。因为如果说各位朋友你们在这个青龙霸王府玩的话，你们就知道啊，这个声援是个非常强的军团了，不是省油灯，一个人都可以打二三十个啊。好，所以我们这次的话哈，才会变成就是这个魏国跟吴国好整合，然后一起来挑战这个圣域。OK， 然后大家都冲进去了哈，第一道这个城门的防线已经攻破了。好，刚刚看到这个长颈鹿公子击退450人，哇，好多人！我先闪过出去哈，不然待会进去的话，趴了没人帮我复活。好，先出去，好多人。我刚刚看到圣域还有复仇者联盟哦，先出来一下好了哈，等其他人一起冲进去，我再冲进去。或者是我先在外面先捡一下，看看有没有就是这个不小心跑出来的哦，落单的哦，然后捡个尾刀也好，因为我现在上线时间没有很晚啊，没有很早哦，没有很早，我把小朋友洗完澡之后再上线哦，所以现在才玩了16分钟而已。现在积分的话，补组才60%哦，没办法领到全部的军元宝。OK， 好，大家冲进去啊，好，那我冲进去好了，冲，天下公胜，好，天下为胜哈。等一下哦，自动 ，OK， 这是谁啊？嗡嗡点，哎呀，挂掉了。哦，没办法，这边的话人还是太多啦，哦，还是太多了，撑不了。哎，看起来我没戏了呢，没人可以帮我复活。那我原地复活的话，可能也会立刻躺哦，那还是比较好。我先回城，好，先回城。复仇者联盟剩余风狮耶。爸爸快上去啊！等一下啦，我现在，哎，我不是刚帮你洗完澡吗？你不是说要让我玩？我。我。9点10分的，没有，我不是说9点10，我说我要玩到9点半，我要玩到九点半。9点40分，现在是9点19分，我还有时间可以玩。你，我跟你们讲啊，我没有，我是九，那你要听清楚，我要玩到九点。好，我要玩到9点40分，可以吗？玩到9点40分，哦，我现在打国战还有11分钟，那我打完之后，我还要记录那个国，哎呀，哎。哎，我的东西掉了，坏掉了，弟弟，你不要用我弄。不是，我跟你讲，那个放大镜，那个是玻璃做的，不要掉在地上。如果掉在地上破的话，很多玻璃，你不小心踩到脚会受伤哦，好不好？而且那个可以用来产生，就是用来让纸烧起来。我明天的话，我带你们去阿洲角，再用那个太阳用给你们看，就是用太阳光，然后透过放大镜来点火。好，各位朋友，我们现在一样啊，往新野前进哦，往新野前进。好，看看一下目前的战况怎么样。哇，目前新野还是打很大哈，还是打很大。那我看一下哦，北平的话也打下来了哈，打下来了。现在就是大家全力攻打这个新野。哎，江州新被拿下，红大人金门天梯。好，不过应该也是有其他的朋友去打了。哎呀，等一下，这里有紫色点点啊，小水兵，水兵哥很强，闪！哎呀，被秒了，好，被秒了，没注意到。哎呀。我知道啊，我自己也被吓到了啊。水兵哥的话，回城好，回城好，不要浪费啊，好，不要浪费原地复活卷轴或者是50元宝，因为起来的话被他狂了一下，我可能就挂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哦，那个诸葛子龙说长颈鹿在上庸溪，好，长颈鹿在上庸溪哦，我们有很多眼线哦，会告诉就是其他朋友哦，长颈鹿在哪边？上庸溪哦，上庸溪的话在哪里？我看一下哦，上庸。然后上庸在哪里？哎，上庸怎么不见呢？因为现在都是啊，在看到在这边好，上庸溪，所以我现在就上庸溪那边防守嘛，好吧？那我就上庸溪那边防守，好，我看一下好了。好，因为那个惋惜的话有水兵哥在那边防啊，不好打哈。现在就上庸溪，确定。好了，等一下，妈祖有保庇，妈祖有保庇说汉中帮忙哎。没关系，我先去上庸溪哦。上庸溪，我刚刚看到我们军团的高手来一发，好，在这边，好，那我应该有机会捡到他的尾刀，好，就是他输出完打到残血人，我就捡他尾刀就好了。好，要从头打到尾号还是有难度，我的瞬间速度不太够，哦，专门就是锁定一些残血人来打就好了。长颈鹿，等一下，汉中东进城，汉中东两队，哎，好像很危险的样子呢，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那里讲汉中的事情啊，没关系，我现在汉中，现在上庸溪看看，好，现在上庸溪看，哦，那真的没事的话，在汉中那边回防啊。好，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好、哦，没有什么问题。哎，等一下，你在猜什么东西？峨眉山。等一下、哦，北海东山主，轩轩说北海东山主 ，DNB 缓神说残疾照，我愿杀你杀的最后人，也太浪漫了吧。不过这个游戏啊，好像现在这个游戏的话，玩的玩家大部分都还是男生比较多哈、哦，所以他对啊，对象错了。好，剑灵洞，哎，剑灵被打下来了。哎，对，剑灵被打下来，我刚没看到。所以目前的话，有剑灵、长沙，还有，哎，星野打下来了，哦，星野打下来了。然后徐州，哦，徐州三座，好吧，哦，要统一还是有难度哦，要统一还是有难度，好吧，那我们就往剑灵前进，好、哦，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剑灵给他打下来。狂人雷霸龙击退300人了，哇，好厉害啊、哦！因为五国话是大国啊，大国的话要打到300人不容易啊。不容易，因为你要就大家都会抢着要打哦，就会抢那个尾刀。好，柠檬也很厉害哦，50桃了。你们到底要干嘛？为什么一直围在我旁边？你们要等我讲故事哦。好的，好的。哎，我哎，还是今天不要讲故事，明天再讲两个好不好？明天我讲两只神兽。可是我国战要打到9:30呢，你们这样。好啦，好，我尽快，哎呀，这边有个尸体，我不知道谁的。哎、欸，神来也麻将还没有进去，好吧，跟着他们一起进去。吃那个尸体。我不要，我不要。为什么？尸体不能吃。为什么？会变成僵尸哦。对。大王，请示说北海还有人吗？啊，可是你变僵尸会很强哎、欸。不要，我不要变僵尸，我先来，好。先来打剑灵，剑灵如入无人之境啊，完全没有人啊！不要变僵尸啊！你不要变僵尸，就不想变啊！我不想变。汉中塔蜀国要偷了，目前没人没了，谢谢。先说谢谢。哇，这次国战应该很刺激哦，应该很刺激。哦，在第一线的呢，而、啊、我是比较晚上的打打酱油。好、哦，好了 ，OK。来，剑灵给他拿回来了。那现在的话，还有江州。哎，江州的话，目前没有人占领哦。那长沙，我看一下、哦，江州、长沙还有吗？徐州，哦，徐州的话是 DNB 战神的彭海先生，哦，目前也是打得很辛苦。好 ，OK， 现在是谁在打？哦，应该是没有人占领吧，所以没有陈诚可能在打。好，看一下现在往哪边前进啊？国战的话还有剩下最后的五分钟。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门 TNT 又攻，哎、欸，不是，这个应该稍早哈，基门 TNT 攻到江州，所以现在要打哪边呢？看一下视频频道，汉中，好，陆九说汉中，那就来汉中吧，好，大家都喜欢汉中，来传送汉中的话很熟，汉中的话，哎、欸，在这边，好，在这边，好，因为汉中离成都很近啊，所以这个蜀国的朋友会想要把这个离自己首都哈近的城池给他拿下来。哦，果然很多人。好，这个是谁？薛田隐。好，齐藤飞鸟。哎、欸，齐藤飞鸟拿掉了。哦，那接下来哪边？入雨露西亚。哦，他非常有指挥调度的能力。他说什么？各城注意，眼睛放好，人多马上回报。哦，人多马上回报，就马上给他回防过去了。大家一起集结过去，好、哦、防守。这样子的话，哦，对面势力就没有机会把我们打下来了。好。第一秒说啊，有看到一队以上的话，哦、就要回报啦、哦，就要马上喊喽，不要慢、哦、不要拖。我们这边的话，真的很多人在指挥，录影录下第一秒啊，还有大王请示时、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积分，现在多少？3分钟，82，哎，不错。好，怎么那么好奇？哎，他怎么走进来的？怎么那么厉害？好，锁定他、哦，怎么那么好奇？哎呀，被捡走了。好了，那我往左边走。哦，代表说这边还是有破口啊，哦，还是有人可以走进来的。北海帮，轩轩说北海帮哦，所以北海那边应该也是有战况。等一下、哦，我看一下这个军团频道，有人在讲话。综合。叮当说抱歉，一出来就打到了，什么意思啊？不懂。来，哦，北海啊，北海在这边哦，来北海，哦，来北海防守。好，北海看起来目前没有什么战况啊，哦，看起来很宁静，哦，所以应该是误报吧。等一下哦，城外寒山是说什么三对西门汉中雕像，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
我是要去徐昌还是汉中？好吧，我去徐昌看看好了，因为最新的是聂昌说的徐昌，汉中进了，哎呀，所以还是要去汉中哦，还是要去汉中，好吧，那去汉中好了哈，汉中，你们等爸爸一下，爸爸国战快打完了，好不好？哦，不要逼爸爸。不知道哎、欸，专业时空耶、欸，爽，好、哦、八套专业雷公啊，专业雷公，我念错了。我没有吓到你啊。对，不要逼爸爸，爸爸已经很，我跟你讲，这个没办法快的，因为他是时间到才结束，他不是爸爸打很多人就结束，你知道吗？要时间到。好，这个是谁？这个什么？这个完全不会念，这个 ID 完全不会念，不过他被秒了，好、哦，他被秒就是。好，汉州目前应该也很安全啊，因为人很多哦，他们很难打。龙啸九天，好，就打他。哦，不见了。好吧，那我往外面走好了。波卡猎桃50人桃了，红蓝先生其实也是蛮多高水，真的很厉害。我记得他们原本是在16伏啊，我那没想到跟四辅合并之后也可以发展的那么强大，真的蛮敬佩的。然后两分钟，哎，这是什么马？等一下，这谁？等一下，我看不，跑掉了。好，刚刚那个人骑的马好帅啊！哦，没有仔细看，奇怪，看不到了。哎呀，好烦。刚刚没看到了，好啦，这边在打了哈。苏格兰折耳猫土哥，好，土哥应该很轻松就被我秒了，没有被其他秒了。方，来，好看一下还有哪些人。阿穆罗的话，啊，再来是信，啊，信的话希望有机会捡到尾刀，没有，啊，人太多了，啊，再往右边走，鬼风彻的话单挑，哦，我绝对不行，啊，但是跟好几个人跟打他的话，应该是还没有什么问题啊。29分的长颈鹿岛150桃，他们今天打得很辛苦啊，完全逆风。好，我们去对面看一下好了。好，落凤坡的话目前没有战况，可以打吗？猛将塔的话没办法打哦，我是豪姐。好吧，若隐若夏说50 OK 啊，50 OK， 我们现在看一下哦。现在剩长沙林里，哎呀，两座城池，蜀国两座城池，好，没有机会统一的，好，但是有曾经统一过就好了，好，曾经统一过，好，不过我没有记录到啊，好，没有记录到。因为我刚上线没多久的话，就陆陆续被打到城池哈，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城池分布情况哦，就是大家陆陆续续在谢谢的哈，先说谢谢大家帮忙，陈华山说汉中感谢大家，好，上个岐山猪感谢，好感梦幻死神好感谢，然后陈华山感谢低秒感谢各位帮忙 ，OK， 好，那我就不要刷存在感好了，好吧，好，我们来看地图了，好看地图了，大概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哎呀，其实蜀国还是蛮厉害的，老实讲。哦，这个乌国跟，等一下我玩完了，但是我现在要做个记录。哦，他们最后拿了4座城池。OK， 那我们先从这个蜀国开始。好，林里的话是转马到圣水斩鸟，恭喜你们。那长沙的话是双龙人骨，好，恭喜。那接下来徐州的话是这个 DMB 战神蓬莱先生。那徐昌的话是英国队长的复仇者联盟。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乌国部分。好，好，魏国的话已经并到乌国了哈。来北平的话是梦幻死神风云神人的恭喜你们。那金岩的话是个小怪跟我宫景村庄，恭喜你们。那夜的话是低秒的一。哦，那接下来是平原的话是成人真三国狮子者。哦，那接下来我特别提一下，低秒的话应该是这次整个一个统筹的领导，好、哦，非常佩服他哈、哦，可以整合那么成功。那接下来成人的话是封神的封神榜。那接下来的话，这个庐江，好、哦，庐江的话是五蝶云响的御云阁。好、哦，那接下来轮的话是金豪运河九大学。好、哦，那这个大丰收城寿春啊是二位者有神快拜哦。那会计的话是这个柠檬替我们军团恭喜我们。那接下来您豫章的话是准远的神奈麻将。好、哦，那接下来这个财商的话是翠梨酥的 team。好、哦，那贵阳的话是黄标准的顶级茶房。那江夏的话是这个陆羽陆下的战无不胜。襄阳的话是这个花转的古姆克。那武陵的话是个卡称谁堂的 skilo。好、哦，那接下来江浙的话是个同羽山的山竹部落。好、哦，那剑陵的话是这个啊，傲、哦、傲、哦、的我们这么近啊。那襄阳的话，哎，这个我念到了哈，算是黄土古葡萄。那山的话是虽然我有黄土霸业。那新野的话是个淮坡梦的以战之战。好、哦，那长安的话是两卷树的粉味哦。汉中的话是这个陈化城市的继承者们。那天水的话是宁王的黄土霸业。安定的话是这个上哎塑胶上山烧的化石新者。好可，我记得以前是上山烧猪脚哈，那现在改了。好，那二的话，哎，那个这个有念的哈。那接下来这个凉州的话是这个凤梨枝的没落时代。OK， 那我应该全部都有念到。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国战排行榜部分。
好，因为我的女儿给我的时间是到9:40，我就不能够玩了哈。那接下来国战版，我们来看一下功勋地名的话是长颈鹿王子功勋2781讨敌841。好的，那第二名的话地爷，好功勋2180讨敌603哦。那第三名的话是梅在信道，好功勋2097讨敌491。哇、哦欸，很厉害哦，真的很厉害。这个 ID 我第一次看到，到底是谁啊？哦，不知道，好吧。哦，桃蝶树，我们来看一下桃蝶树第一名的话，长颈鹿王子847，倒在地耶603，没在信道491，长颈鹿公主486，转眼码头427，六大炮423，因为女王346，龙眼女霸龙325，刀锋283，转眼霸道273，凤凰顺267，不客气魔娘248，母羊宝宝227，接下来是月半小月214，转眼豪姐200，长颈鹿龙九199，转眼时空183，温柔与树妖186，真正180，黄金弓182，貔貅小蝶162，派大星161，宣传圈150，长颈鹿岛151，雨露151。好，再来是刘哲150，立面猫生144，水兵哥144，再来是铁柱老宝143，再来是乌角142，唐胖子144，安南130，烈焰狼134，老伯克133，李涵魏哥哥133，杨六哥133，杨头131，苍蝇树130，元素130，六百杰贝118，杨水117，冰井124，杨小红124，元山不用120，梁一法117，张德116，阿胖113，叶小红113，晨晨113，海绵宝宝112，周天114，再来是第一阴影超人114，铁仔110，百威109，霸道龙108，皮老板107，吉鲁峰106，专业大102，野小的红米们104，一页数103，等 NS 104，壮好不要倒101，青龙东陵少主98，哎，好厉害啊！一枝独秀啊，一个红，唯一一个红色的哈，目前看到的啦。好，九十八，再来是六六八九十八，李文98，一生玄面96，身上没有钱96，金标血95，低税95，流程94，再来是这个兔田贝科拉，好，兔田贝科拉。好，我知道了，不要给我计时。哎，好，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哈。九十三塔，再来是地心老师的91，嫩煎鸡腿堡91，神奇弄海螺弟弟，不要按我的背啊。90，再来是万华光电90，R1 89，哎，弟弟这样很危险，不要爬我的背。好，鬼风车89，徐浩代89，好，浩代不简单呐、啊，好，几乎每次都上榜。接下来是赤脚半仙88，真光门武将88，三国光明85，海狼狼84，十八大戏83，暴风军统82，骷髅81，动工文穗80，龙之神79，喷老师能够79，再来是不专业不是77，暗月幽灵76，摸圣女75，摸方丈75，他们两个应该夫妻了。接下来时光72，橘光70，电兵战神70，午夜未眠人69，慢面面69，陆小小67，地虎65，先来照喽，65 ，OK。好，我们看一下各自的排行榜。来，猛将第一名的话是地野603，再来专业码头，再来是狂野霸龙。那豪姐的话，第一名是这个最后进士185桃，啊，再来是专业豪姐，再来是嫩煎鸡腿堡。好的，哦，那军师的话，第一名是长颈鹿公主啊，好，486桃，再是无声不认识，再来是杨小一。哎，弟弟小心不要掉下去了。好，方式的话，第一名是长颈鹿王子在，841桃。那你不要坐啊，你不要跟我坐同一个影子啊。再来是美在信道，啊，再来是凤雏水源。OK， 我们看一下复合榜部分。来，复合榜的话在这边啊。好，第一副的话是斧头帮公主182副，啊，再来是电玩小妞131，再来是开心就好116，矿泉水啊，闪光多圈圈3078，活出自我，沉迷一点指向对，还有浅草月啊，这是前十名。好，那下面的话就划过去啊，做个记录一下。好，今天真的蛮意外的哈，蛮意外的，突然就整合了，哦，突然就整合了，然后大家一起打这个蜀国哈。那没想到哈，居然两个国家要整合啊，吼，还是很有点难把这个蜀国打下来，因为他们韧性真的是蛮强的，蛮佩服的，好吧，好，擦擦擦擦擦擦，好，那这个专业的话在这边，好，给各位朋友一下，今天的话九桃六糖，好，会打那么短，主要还是因为没办法，就是一定要洗完澡，好，把小朋友洗完澡才可以玩，好，连连奖励，好，专业历程在这边，好，给各位朋友看一下哦，好，今天被长颈鹿王子击败一次，水兵哥。哦，也是有击败过蛮多高手吧？我看一下，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我哟，等一下，9月25十五点啊，那个不是？哎，奇怪，所以那个该不会是我在赌场不小心把人杀死吧？好，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意外啊，可能我挂机的时候没注意到。好吧，好，那9月25的话，在你省在这边，我给各位参考。好，那恭喜这个高洛纪尧或者是徐州恭喜 ，OK， 确认就这样子，好吧？来顾小朋友了，各位朋友，玩得愉快，拜拜。